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新亚洲，我是黄韵竹。今天一开始来关心到美国佛州遭到了米尔顿飓风的狂袭， CNN 的当家主播到灾区连线报道，突然就被飞来的物体直接砸到脸，吓坏大家了。而米尔顿飓风除了强风之外呢，它也带来了破纪录的雨量，导致不少地区淹水是高达了一层楼，车辆都灭顶了，目前造成至少有16个人罹难。The winds have really picked up. The water's really moving. CNN 当家主播安德森·库珀在河边实况报道，突然天外飞来不明物体砸中他的脸。If you look at the ground, whoa. 回过神来，他继续连线报道。后来找到击中他的物体是一块宝丽龙，没有让他受伤，但这已经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捏把冷汗。飓风米尔顿以时速约200公里直扑美国佛州，恐怖强风导致变电站爆炸，冒出巨大蓝光。大联盟光芒队的主场屋顶被恐怖强风吹破，球场内一片狼藉，原本风景绝美的佛州威尼斯海岸小镇也难逃侵袭，几乎所有房屋破烂，而在整个佛州则有近300万户停电。 Do you see right there cars underwater? This is all from torrential rainfall. This is not storm surge. This is not an evacuation area. This is something completely unexpected for this area.怪物级飓风带来千年一遇的破纪录降雨量，不少房屋被淹了一层楼，车辆没顶。一名妈妈生怕遭到触电，只能带着四名小孩挤在厨房的水槽上避难。We're on top of the sink. Look at the whole house. It's done. I pray God come help us. 虽然在飓风袭击前，当局就警告民众撤离，否则就是等死。但一名女子哭诉，自己一家九口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开车搭飞机住饭店避难，只能留守在家。超级飓风造成死伤人数不断上升。科学家指出，气候变迁造成极端天气频发，警告佛州未来将面对更多严重灾害。记者吴江综合报道。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核武威胁，北约组织将从14号开始展开为期两周的年度核武军演。而这一项代号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武军演将由荷兰以及比利时来主办，总共有13个国家来参与，届时预计出动大约2000名的士兵，还有60架的军机，其中就包括了 F-35A 战机以及 B-52 的轰炸机。北约官员就说，这一次的演习不会使用实弹，只会模拟战机携带美国核弹头的任务。还要来关心到的是，以巴战争未歇，以色列10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造成有22个人身亡，177个人因此受伤了。而有消息就说，这次轰炸的目标，其实真正的想要轰炸的对象是真主党的前领袖的姻亲，同时他也是真主党的高官之一哦。联合国的部队却也因此遭受到了以军坦克的炮击，造成两名印尼籍的人员受伤送医。建筑物突然猛烈炸开，黑烟冲天，喷出巨大火球，大量火光喷到半空中。以色列公开影片宣称十日炸毁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库，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展开空袭，黑烟冲天。黎巴嫩卫生部公布，本次攻击造成破百人死伤，是以色列上个月加强攻势以来贝鲁特市中心遭遇过伤亡最惨重的攻击。消息人士指出，本次袭击目标可能是真主党已故领袖纳斯拉勒妻子姐妹的丈夫。除了平民受到波及，联合国维和部队阵地也遭到以军炮击，两名印尼籍成员从瞭望塔上摔下受伤。联合国发布声明指出，以军前一天就曾多次袭击联合国阵地，故意朝摄影机开枪，强调对维和人员的蓄意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加萨也遭遇空袭，学校遭轰炸，大量孩童受伤死亡，医院也被迫要求撤离。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则表示不愿意参与停火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辛瓦可能正在观望伊朗的行动。米勒也说，华府明确反对以色列占领黎巴嫩，指出黎巴嫩不该变成加萨，并说希望让以色列撤出以黎边境。画面转到乌克兰战场，针对普丁核武言论升温之际，北约宣布14日起将展开为期两周的年度核武军演，不过不会动用实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指出，希望盟友批准他的胜利计划，表示2025年底前有望结束战争，不过没有透露详情。记者张央综合报道。美国选战倒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此呢，川普以及贺锦丽都积极在拉票。民主党堪称是王牌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0号就来替贺锦丽站台，出席的是宾州造势活动。他就开呛了，说川普只在乎自己，更炮轰他说是自称创造的好经济，但是呢，根本就是自己奥巴马当年所留下的好成绩，最呼吁年轻人务必出门投票。
国总统奥巴马携带明星魅力，替贺锦丽站台，在关键摇摆州宾州造势催票，抢攻非裔和年轻选票，开口就呛爆川普。There is absolutely no evidence that this man thinks about anybody but himself.Pennsylvania, we do not need four more years of that. 奥巴马批川普只想到自己，更讽刺川普口中创造的好经济，根本就是前任奥巴马留下来的好成绩。The reason some people think, well, I don't know, I remember that economy when he first came in being pretty good. Yeah, it was pretty good.Because it was my economy. 昆尼别克大学民调显示，贺锦丽与川普在铁锈带选区势均力敌。川普在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支持率领先，但是被视为最有可能左右大选结果的宾州，则由贺锦丽占上风。不像川普卖一堆周边，贺锦丽吸金能力超强，80天竞选就募到10亿美元，远超过川普的8.5亿。川普也积极造势拉票，誓言终结美侨双重课税，并再一次拒绝本月底跟贺。锦丽电视辩论，选情焦灼，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发出最新警告，称如果川普重返白宫，会大大增加美国遭受停滞性通膨冲击的风险。更谈到移民对提振美国经济有贡献，川普强硬立场恐怕制造另一个风险。记者李晴壮报道。回来国内关心到国防部是证实了大陆在10号的时候晚间9:50，在四川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搭载卫星的发射任务。国防部就指出，这一枚火箭的飞行路径经过的是台湾中部，朝西太平洋的方向来前进，高度位在大气层外，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危害。国防部就强调了，国军利用了这个联合勤监的系统，要严密掌握相关的动态、世界警戒以及应处措施。现在呢，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还在持续卡关。前任院长卓荣泰委托立法院长韩国瑜，希望在今天，也就是11号的中午，要邀请的是朝野党团干部一起来吃和解饭。卓院长就说对团结非常有信心，但在野阵营就喊话了，说行政部门应该要先抛出和解的三大橄榄枝吧。这当中就包括了禁法补偿、健保电值以及公粮收购，否则吃再多饭都没办法和解。请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国庆大典落幕，总统赖清德与大会主席韩院长看似一团和气，但在致辞时，对于朝野关系，两人似乎互别妙通。赖总统喊出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凌驾于人民的利益，而身为立法院的大家长韩国瑜则再度推崇国会改革，喊话打造一个不造假、不隐瞒、不推诿的体制，让全民检视。在野阵营更向执政党喊话，过去的院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做院际调解，而且呢还口出恐吓。解铃还是系铃人，行政院本来是你要做的，应该要抛出善意。我们要的并非行政跟立法有所冲突。朝野关系能否春暖花开？行政院和立法院的和解饭在国庆隔天11号中午登场。行政院有卓荣泰领军，立法院则是正副院长以及三党的党团三长出席，就是希望可以让总预算的纷争顺利落幕。现在连商总理事长许淑博都喊话，台湾要团结，内阁应该思考放下身段，谋求在野共识，最后才会得到民心。不要还没上桌就把所有的前提绑死。对于我们在野党的三大诉求，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应哦，而不是说沦为一个政治口水。我们会很轻松愉快的来谈一谈，会很严肃的去面对未来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朝野之间多沟通嘛，立法院本来也就是一个平台，希望能够化解争议的地方。一顿饭是不是就能化解朝野僵局？橄榄枝要不要抛出去，都在执政党的一念之间。接下来我们吕俊英 SL 组台报道。这礼拜日的焦点还包括了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投票日就要投票了。前总统马英九在昨天晚上到基隆替谢国良站台，痛批前市长林佑昌的任内是否有贪腐的问题。党主席朱立伦今天也接力来到基隆助讲了，同时在党中央也开记者会，炮轰的是林佑昌的妹妹，抹红谢国良。给我们胜利之握，两手。前总统马英九
九十后晚上现身基隆，力挺市长谢国良反罢免，第四度站台开轰绿营搞罢聊，没有正当性。大日公司行贿市府官员案，起诉前市长林佑昌任内交旅处的贺姓前纪政、陈姓雇员等人，这就代表了林佑昌前市府发生贪腐的问题，让一个发生贪腐问题的人来罢免这个清廉为市民捍卫市场的人，这样子做对吗？不对。昨天马总统也都说了，他也细数前市府被判刑的官员不止两三个，呼吁我们市民朋友继续支持我们正确跟正义的一方。属林佑昌任内，从机要秘书、环保局到交通处官员，都曾被判刑确定。委任到民进党中常会报告的大日企业，也因为行贿已经被起诉。这一位涉案的贺姓的同仁，地方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前市长张通龙的这个心腹，甩锅到民进党身上，真的不是大家可以认同跟接受的事情。国民党上下全力顾良，党中央揪出林佑昌妹妹发文说基隆是军事要地，谢国良却想跟大陆双城论坛，暗指谢国良很可能让中共登上基隆军舰。黑熊学院也发文呼应可能被渗透，蓝军炮轰绿营又在抹红，完全是造谣。国防跟外交是总统的职权，林佑昌的妹妹黑熊学院装作不知道，居然说这个共军有可能登上台湾的军舰，这种抹红的手段啊，大家一看就非常厌恶。罢凉投票倒数最后三天，国民党内大咖、县市首长、立委到党主席朱立伦竭力到基隆力挺谢国良，要在最后关键时刻让不同意票最大化。记者杨杰、曹天海 SMG 小组采访报道。新课纲在2019年上路之后，家长都担心家里的小朋友会失去竞争力，因为多个版本的考试内容一直在变，所以只能送往补习班来补习。而根据教育部数据，文理补习班的数量就在这五年内增加了将近有千家。专家也说，现在补习班呢、已经开始走向一条龙的服务。108课纲上路五年多，各大版本教科书流窜，面对考试，家长学生无所适从。根据教育部统计，这期间文理补习班竟增加了966家，而其中国小生为主的就有超过60%。儿童美语补习班，对不起，他一定要改成儿童美语文理短期补习班。多元化的课纲，多元化的版本，素养这两个字，说实在，就是造成家长的恐慌。其实根据相关法规，自2014年起，补习班只分成记忆和文理两种，但与课纲上路前相比，外语补习班大减了490家，记忆类也减少了167家，反倒是以升学及课业为主的补习班，课纲上路五年多就大增了近千家。新竹市教育处长林立生也坦言，108课纲后考试内容不固定，造成家长恐慌，文理补习班也跟着增加。怎么样能可以把所有的科目作为综合上的整理去面对考试，现在很多的补习班在做一条龙的做法，国中安心化，高中安心化，忙着工作赚钱，没时间照顾，只能把孩子往补习班送。现在有家长团体喊话政府，如果家里有国小以下孩子，希望每日工时能变成7+1，上班7小时后提前下班接小孩，改善劳动问题，才能改善教育。小孩子送到私校，可是面对私校的一个招生的一个情况，进入国中之前，在国小就必须要加强，但公校是有慢慢有在减少当中。课纲上路多年，学习乱象仍难解，补习班四处林立，甚至年龄再下探，学生压力似乎不减反增。记者韩建仁、陈轩台北报道。大学生吃的学餐，现在校园美食是越来越有特色了。在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堂，根本就像高级餐厅一样，现在还可以吃到佛跳墙哎！马上回来看。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是爱住设计家，将复杂装潢学问与专业设计知识化为你我日常生活，在生活美学的领域里打造屋主专属有的品味生活空间，让品味生活不再遥不可及，让每一个空间独一无二，将美学结合在一个完美的好地点，就是爱住设计家，带您实现家的梦想。情，本月份母羊座的朋友们可能会出现树大招风的麻烦，切莫逞一时口舌之快，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去做。学生的学餐啊，每家校园现在是越做越有特色了。像是来看到北京清华校内是有17家餐厅，他们主打的是价格便宜 ，CP 值大爆表。而云南大学特色的玫瑰宴呢，有玫瑰酿豆腐、玫瑰酱烤鸡翅，玫瑰可以做出好几吃，一份平均要价也只要13块钱而已。还有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堂根本就像高级餐厅一样，甚至还可以吃佛跳墙，就像是五星级的饭店。烤肉、炸鸡、卤味、甜点应有尽有，但这居然是学校食堂。北京清华大学校内有17个食堂，美式快餐、日本料理、泰式咖喱，想到的都有，价格便宜 ，CP 值爆表。湘菜、鲁菜、川菜、粤菜、淮扬菜应有尽有。云南大学有特色玫瑰宴，学校种了30亩的花田，全校一天要吃掉200公斤的玫瑰花。玫瑰酿豆腐、玫瑰酱烤鸡翅，一花好几吃，平均每份才13块钱，被学生抢爆。30多个菜品供不应求，蒸烤煮炸把一花多吃发挥到了极致。山东大学的五星级食堂号称亚洲第二大，羊肉泡馍、剁椒鱼头，光看卖相就让人食指大动。重点是只卖铜板价，一荤两素荷叶饭只要23元。哇，这么多！阿姨，你的手别抖啊！中南大学居然有卖蒸牛肉泡面，牛肉丸加鸡蛋，咬一堆牛肉只要80元。德国大学的特色是这盘把香肠卷成瓜牛形状，淋上啤酒酱配优格，一餐不便宜，要400多块钱。皮薄馅多，好吃。浙江大学以奢华早餐闻名，从西式蛋挞到中式红糖发糕，比把费还豪华。中国农业大学食堂根本像是高级餐厅，学餐就吃得到佛跳墙，学校种菜酿酒养家畜全部自己来，自己养殖研发，堪比全聚德的北京烤鸭。美国麻省大学食堂弄成把费，法式奶油鲑鱼、土耳其烤羊腿，连波士顿龙虾都有，300元就能吃到饱。台大则走平民路线，50元就有四样菜让学生吃饱饱，学校餐厅各具特色，吃出五星级感觉，让人大开眼界。记者综合报道。
说到 CP 值高，而且东西又多元，就要来看到香港人他们非常喜欢北上来消费，因为价钱很便宜，而且呢深圳这边是移民的城市，就有来自各地的传统或是创意美食。那么来看到我们深圳的专题报道，熊熊炭火做烧鸡，充满烟火气的美食通常都是隐藏在老区上弄间的平民美味。深圳一家远离闹市没装潢没冷气的烧鸡店，老板专心的只做烧鸡挤窑鸡，想吃别的只能到旁边买或是叫外送。两米长的铁叉一次串起四只鸡，两手掌控八只不停翻转，口味就分辣或不辣。他们家的鸡都是烤到外焦里嫩的，特别香。在深圳这个地方，最热鸡70块，不算便宜也不算贵。到深圳尝美食，有人喜欢到大商场吹冷气坐舒服的吃，享受奢华的打卡美食，也有人跑到城中村寻找平民的巷弄滋味。像这种老店的手打面或是材料十足的肉碗汤粉，广东美食一定不可少的叉烧烧鹅等，配饭配濑粉十足的老广味。烧鹅太大只可以考虑吃皮脆肉嫩的乳鸽，咬开瞬间满满的汁水，真系好正啊。还有男人的浪漫猪脚饭或是各种的牛杂麻辣串等，有人更喜欢这种自然形成的美食一条街。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不过出国玩得要小心，这评价的背后可能就是特殊的价格陷阱了。像是台湾人非常爱去日本，但是在东京搭计程车有多贵呢？要告诉您，半个小时恐怕最贵就要收你4500块钱的台币咯。而到美国请司机帮帮忙拿行李，居然也要加价哎！在新加坡甚至偷接别人的 WiFi 要罚钱之外呢，甚至会直接被关3年。深梦海鲜、迪士尼乐园还能泡温泉，台湾人最爱去日本玩，但小心搭计程车贵到惊死人。车内空间和设施都还不错。没错，就是日本小黄在东京搭半小时最贵居然要4500元，因为光起跳价就是110元，每255公尺就跳22元，等于15秒跳一次，加起来超级贵。但是他跳的真的非常的快。到美国旅游要注意小费超贵，如果让司机帮你提行李就要立刻多收300元，搭小黄20%小费等于搭车1000元，还要多给200元，饭店打扫也要200块。酒店服务不包括这个吗？但是小费是必须给。到新加坡玩有很多特殊法则，例如用手机偷接别人的 WiFi 被抓到，重罚23000元，或是监禁3年2则1。台湾顶泰丰红到全球，在英国吃价钱让人吓一跳，手拍小黄瓜英国卖300元，在台湾只要100，炸排骨英国451，台湾150元，一份排骨炒饭英国卖817元，台湾只要280，酸辣汤差最多，英国451，台湾只要110元，招牌菜松露小笼包英国1075，台湾450元，平均贵2到4倍，吃一顿午餐8个人要花掉17000元，人均破2000元。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来到冰岛，就连肯德基也变成高档料理了吗？可乐、薯条、小鸡翅，基本套餐要卖1530块，有够贵。搭计程车半小时，车资也高达7650元。这是吃剩的还是就这么多啊？就这么多。冰岛物资都靠进口，物价居高不下，不同国家都有物价陷阱。日本计程车半小时4500，美国要收20%小费，新加坡偷接 WiFi 要被关3年，英国吃顶泰丰贵2到4倍，出国前得做好功课，以免花大钱又扫兴。记者王淑红综合报道。好，来看到这些国家花费超便宜是真的，不是陷阱了。想要到欧洲玩的就可以选葡萄牙，因为他们吃一顿豪华的早餐居然只要台币100块钱而已。如果是一家三口一个月的生活费，统计下来居然不到10000块钱，超便宜，还可能会出现700块的机票。而在俄罗斯，帝王蟹吃到饱竟然也只要台币500块。这
有名的蛋挞来自葡萄牙，想要便宜玩欧洲，绝对要来这。这顿豪华版的早餐，你也只需要2到3欧元。葡萄牙物价超便宜，到超市逛一圈，一斤番茄只要25元，一斤柳丁20块，一公升牛奶喝到饱也才25元。到餐厅吃豪华早餐，果汁、三明治还有咖啡，台币大约100块。一家三口来这里生活，生活费一个月不用10000元。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日常花销只需要300欧左右。埃及金字塔古文明首都开罗，住超美海景房，两房一厅一晚只要500元。鲜榨果汁一杯10块，不加任何一滴水。超市买牛肉，一斤牛肉50块。连锁的星巴克点超大杯50元，堪称全球最便宜。搭计程车看金字塔，30公里的车费100元。搭热气球升空，奢华享受1000块。包船看日落，还有2位专人服务，2个小时1300，用低价享受贵妇行程。这艘船2个小时，2个人为我们服务，300埃镑。哇塞，这是什么生活？开罗夜市探索当地小吃，烤番薯2个20元，冰淇淋1只5元，煎饼果子25块，草莓1公斤15元，根本实现钱包自由。在埃及真的可以实现草莓自由。俄罗斯卢布贬值，天价的宾利跑车30万就能买到，加汽油1公升10元。更夸张的是，帝王蟹吃到饱只要500块，单点一整只只要台币2000多。冬天的时候，这个帝王蟹一只也就500-600块。出国吃好吃的，玩贵妇行程，选葡萄牙、埃及、俄罗斯，物美价廉，让荷包不失血。记者综合报道。体坛的焦点话题，喜欢看网球的一定对他不陌生。近年来饱受受伤所苦的西班牙网球红土天王纳达尔投下了震撼弹，宣布他将在11月要退休了。现年38岁的纳达尔在职业的生涯当中拿下了22座的大满贯冠军。他说啊，考虑到近年来他的身体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打球了，所以决定在11月参加在家乡西班牙所举行的台维斯杯决赛，作为他生涯当中的最后一舞。这消息一出啊，多年来球场上的劲敌兼好朋友 Federer 还有 Djokovic 都送上了祝福，大批球迷都好舍不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在台湾时间10号的时候晚间7点揭晓了，由54岁的南韩女作家韩江拿下了讲座，这是史上首位的南韩得主。不过得奖结果出炉之前呢，其实大陆作家残雪蝉联夺奖最热门的人选之外，呼声第二高的也就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不过今年村上春树又陪榜，这已经是他陪榜第19年了。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24 is awarded to South Korean author Han Kang. 万众注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终于出炉，由南韩女作家韩江惊喜拿下，打败开奖前呼声最高的大陆作家残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及澳洲小说家木南。今年のノーベル文学賞に韓国の作家ハン・ガンさんが選ばれました。韓国人の文学賞受賞は初めてで、アジア人の女性としても初めてとなります。今年54岁的韩江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2016年以小说《素食者》成为荣获国际曼布克文学奖的亚洲第一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首位南韩得主。瑞典皇家学院大赞韩江的散文充满诗意，正面对抗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120位得奖者中仅17位是女性，且若以语文区分，得奖者多半为欧洲男性作家。韩江如今的成功让人眼睛一亮，而曾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同时也是最早的华人诺贝尔得主，大陆科学家杨振宁，近日迎来102岁生日。他在82岁那年娶了当年年仅28岁的翁凡，如今虽然拄着拐杖，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也让这对相差54岁的老少配再度成为大众焦点。谢张辉综合报道。大陆浙江有一间奇葩的学校，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会摇晃法器做法，课堂作业要折元宝叠成一座小山，而且老师教的内容很酷哦，包括了要看风水、太极拳等等。而在上海还有相当特殊的门诊，专治疗小朋友数学不好。
穿着道服坐在教室里，高举双手摇晃法器，天灵灵地灵灵，这是在做法吗？大陆超奇葩学校道教学校课程内容超特别，奇门遁甲风水课，学习怎么卜卦做法，据说还学扎稻草人，课堂作业甚至折起元宝来，桌上一大叠元宝山，太极拳武术也是上课重点。新生先从太极拳开始练习，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会开始学习剑术。但要入学也不简单，去年报考1300人，只录取60人，录取率只有4.6%，不看考试成绩，号称想入学看机缘，一年学费要500人民币，约等于新台币2280元，而且包吃包住，毕业后保证就业。一样在浙江还有一所佛教学院，在这里读书啊，不用学费，吃住全包，上学穿僧衣，研读佛经跟佛教历史，禅修打坐，学习书法，课程相当庄严。不过学生不能抽烟喝酒，更不能沉迷世俗。英国艾希特大学也开设独特魔法硕士学位，堪称现实中哈利波特学校。至于许多爸妈最头痛的数学，大陆上海推出奇葩门诊，专门医治数学学习困难症。多长时间能见效？就是一般来。文献上看3到6个月吗？一推出就爆红，评估小孩状况后，会提供诸如拼图活动、理解形状，或是定向运动，帮助加强空间意识等治疗。每周开放8个名额，前3周都被预约满。还有家长带年仅2岁的孩童上门，医生无奈的说：“太夸张了，才2岁就别来了吧。”记者张央综合报道。不过也有打破赢在起跑点的教育迷思。来看到的是位在法国南部有一所成立超过20年的森林小学，他们为了提倡让小朋友适性发展，在玩乐当中学习，不止校园里头不分班级，没有课表，也不会帮他们打分数，翻转了大众对传统教育的思维。这是法国南部阿尔德叙山区里一个藏在黄杨木森林里的小村落。今年春天里，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时间是早上9点，也许10点或者11点。当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小孩都在黑板或者电脑前，利用早晨所谓的大好时光学习各种重要科目的时候，在这个叫做黄杨木农场学院里的孩子们，只是全心全意的玩耍，不只是整个上午，而是整天，整个学年。Que les meilleures conditions pour apprendre, c'est vraiment la liberté de choisir ce que l'on veut apprendre.C'est ce que le tout petit enfant fait spontanément. Mais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on commence à scolariser les enfants et à les obliger, il faut lire, il faut écrire, il faut compter, et à focaliser beaucoup de pression et d'intention sur des apprentissages académiques. 黄杨木农场小学负责人苏菲哈比是法国生态农业教父皮耶哈比的女儿。他在1999年创立了这所被法国教育部许可认证的私立小学，已经20年了。C'était plutôt des familles intéressées par la démarche pédagogique, mais pas forcément de la campagne autour. C'est plutôt des gens qui sont venus des villes, qui sont venus d'autres pays européens. 农场学员目前一共有15位老师和80名学生，从3岁儿童到16岁的青少年。除了3到6岁的小朋友有一个专属的蒙古包之外，所有其他孩子都可以在不同属性的蒙古包之间自由来去，或者根本选择在户外活动，没有固定教室，不分班级，也没有课程表。Quand on est à l'école publique, on fait 15 jours de cours et puis contrôle avec une note, et après un autre sujet, 15 jours et contrôle. Donc tout va très vite, il faut.农场学员教学方法的核心原则就是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并不是放牛吃草，而是要求孩子们自己定立学习的方向和目标。教学团队以陪伴和协助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学习的过程。每一个孩子在学年开始时，选择一名教学成员为他的教父或教母。教学团队除了陪伴和协助之外，没有任何评价的权利，这里完全禁止为孩子们打分数，也没有成绩单。Qui est recruté plus sur des qualités d'être, comme des gens qui sont formés à la communication non violente, des gens qui sont capables de soutenir une organisation humaine avec des enfants et des adolescents
sans utiliser la violence éducative ordinaire. 因为在这个开放而自由的学习环境里，成绩没有任何意义。培养不断的学习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是一辈子的事。De concevoir la vie de l'enfant comme une vie déjà de travail, de résultats. Donc c'est difficile pour les parents qui ont reçu cette éducation de pouvoir raisonner autrement et dans une autre logique. Donc il y a la peur qui revient. La peur revient parce que je vois mon enfant joue beaucoup. 信任是农场小学的家长最辛苦的功课。Parce que quand l'enfant est libre, ça vient nous questionner aussi parce que ça vient nous demander mais quel adulte je suis en train d'être. Qu'est-ce que je montre à mon enfant? Parce que lui, il va s'inspirer de nous tous. Donc ça veut dire qu'on doit...plus s'occuper d'éduquer l'enfant, on doit s'occuper de s'éduquer soi. On the 镜头亲眼见证了这两位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一屋子各式各样充满危险工具的工作室里独立操作使用这些木工器材。并没有人在身边特别监督安全，他们各忙各的，但是彼此协助。Je fais là, je travaille le manche de ma hache. Déjà, j'avais commencé. C'est quoi? Une hache. Ah oui. Du coup, je travaille le manche, je travaille les jambes.每个家庭每年至少提供给学员60小时的志工，可以是任何形式。这位小男孩的爸爸负责的是木工，他对小朋友的计划提供制作的协助，包括构图、计算从何着手。但是站在白纸前面动脑筋的是小男孩，他只是适时的引导和协助。Le projet, c'est de fabriquer un kart. De faire un kart, oui. À pédales. Oui, à pédales. Du coup, je pense que les pédales seront par là. Du coup, ici, il faudrait que là, ce soit juste. Faudrait faire une planche avec des axes. On va rester sur de l'acier, je crois. Oui. Des tubes, tu sais.很难想象这个只有8岁的小男孩要自己坐一辆车，没有人对他说这很困难或是这很危险，没有人在乎他要花多少时间。这部脚踏的四轮车会带他走入数学、力学、速度和重量的知识领域。实在很少见到这样专心使用电钻的小女孩，就像 Marius 在满天木屑中磨她的木把，她的自信和快乐溢于言表，骄傲地和我们分享她的成果。这份满满自信远胜过所有分数。 Alors pour le moment nous n'avons pas d'évaluation, c'est un choixNous ne savons pas si l'éducation nationale nous laissera continuer, mais pour l'instant, c'est vraiment un choix de ne pas évaluer parce que nous passons d'une logique de la peur à une logique de la confiance. Et c'est le monde entier qui devrait faire ce basculement. Nous avons 亲眼目睹这些孩子们自由而快乐的学习，没有叫喊训斥，没有吵闹争执。早春的好天气让许多孩子在户外玩耍，但是也有人选择了安静的角落做他们想做的事，读书、玩游戏或是写东西，没有人滑手机，也没有人发呆。虽然无所事事的发呆应该也是被允许的。Une liberté mais qui est sans arrêt en train de dialoguer avec tout ce qu'il y a autour. Et c'est pour ça que la communication est très importante au sein de l'école.
了教学团队非暴力沟通之外，所有孩子们相处上的问题由一个调解委员会来协调，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要求调解委员会来解决冲突、分歧或是其他问题。Les enfants qui le souhaitent peuvent mettre dans une boîte aux lettres des problématiques qu'ils rencontrent. Ça peut être avec un adulte, avec un autre enfant, un petit avec un grand, peu importe. Ils vont dire j'ai un problème. Et moi qui suis médiatrice, et nous sommes plusieurs médiateurs, je vais prendre les messages et on va aller chercher les enfants qui sont concernés et on va les rassembler pour écouter le problème.学习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见，也学习聆听别人的。学习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何尝不是人生重要的课题？学习尊重，才能让每个人的自由都能欣欣向荣。Alors jusqu'à présent, tous les contrôl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se sont très bien passés, parce que nous étions dans une pédagogie plus académique jusqu'à l'année dernière.Et aussi parce qu'ils ont vu, je pense, qu'ils constataient que nos grands, quand ils sont sortis, ils étaient très brillants. Oui, mais aussi ça cause de la pollution. Ah oui, c'est vrai. 访问最终的惊叹号是在幼儿班的绘画蒙古包里。一个不到五岁的小女孩在询问是否能拍她的画作时，我很自然而然地称赞了她的画很漂亮。她没有说谢谢，她理直气壮地回答：“你没有权利评论我的画。”也许应该羡慕这片远离尘嚣的山谷，或是他们盘子里干净有机的健康菜肴。但是最令人羡慕的是这一份满满的自信，滋养着这些孩子，像周围春天里复苏的大自然一样，发芽、生根、成长、茁壮。交通部预告即将修法明定机车外送平台的费率公式，最快下个月底就要发布了，预计将新增加收等待费、流程费等等的规定，马上回来看。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Grow Your Care。去，它就会长出什么。土地
便是祖先传承下来的薪火，我们就要一代一代的顾好。本月份金牛座的朋友们遇上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需要善用个人魅力来化解，爱情也会无往不利哦。财经的焦点，台北外汇是市场，新台币对美元中午暂时以32.175元对一美元做收，贬值1.5分。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而台股今天盘中在台积电大涨30块钱领军之下，净扬了超过350点。随着电子以及金融类股齐扬，加上航运类股、AI 伺服器概念股的反弹，指数是一路的走高。中场台股是以22,901.64点做收，上涨了242.56点。接下来要带您快速掌握今天台股以及亚股目前的表现。即将修法明定机车外送平台的费率公示，最快下个月底就要发布了，预计要新增加收的等待费、楼层费以及夜间加成运费等等的新规定。对此消基会喊话，他们反对外送员取餐送餐，有时候等待消费者就是10分钟起跳。如今交通部预告修法，外送费率可加收等待费、楼层费与夜间加成运费等。觉得楼层费有点不合理，因为我刚好买到30楼的话怎么办？尤其我们住在很偏远的地方，然后楼层再高一点，会不会一个外送费要200块？我觉得等待不合理。如果跟你说，哎，我找到了，其实没有，但可能会衍生很多这种客诉啊。根据目前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提出的试算，每单基本运费60元，超过3000公尺后每100公尺加1元，等待费延至超过5分钟加收5元，其余还有夜间加收20元、春节加收30元、送上楼加收5元。我不转单，我可能就是只能傻傻在那边等，在餐期的时间我可能就会浪费掉我可能拿到其他的订单。这样你又不想让外送员就是来回奔跑，他就会有一个等待费这样。不过实际计算，假设想吃宵夜，以临江街夜市送餐到吴兴街住宅区，晚上11点以后才下单，又希望送上楼，骑车距离不到2公里，但每单起码85元，引发消费者质疑。有时候延至是外送员不熟路，送错家或店家动作慢，却要转嫁消费者，恐怕申诉也会暴增。要做这个延至的费用加收的话，外送平台或者是外送员他们的责任的话，是不是应该相对的应该要扣款？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相对性的平衡性。对此，两大外送平台 Uber Eats 跟 Foodpanda 都回应还在研究草案内容，无法回复。民众只希望最终结果公平合理。记者蒋婉婷特别报道。您知道吗？农历9月9号重阳节这一天，刚好是阳气最重的一天，正好遇到了每年只有5到7天的天赦日，简直是正能量爆棚了。两个好日子同时出现，超级罕见。这次错过的话，就要再等36年喽。所以可以看到，今天公庙人真的超多的，大家都来拜拜，求赦罪、补财库。命理老师就说，如果想要过运的话，建议可以吃猪脚，象征否极泰来，去除霉运。
一大早，台中龙井拥有全台最大尊玉皇大帝神像的三阳玉府天宫就涌现人潮，因为今天可不只是天赦日，还是时隔36年的好日子。今天就是一年一度9月初9啊，然后是天赦日，民众大乡小乡赶紧趁着好时间来抢拜天宫。今年10月11日是农历9月9日的重阳节，九是阳树中的最大树，九九重阳节阳气最重，加上天赦日正能量爆棚，两个好日子加在一起到底有多罕见？上一次出现是民国87年，36年前，而在更上一次甚至已经是150年前。如果又错过今天，那不好意思，得等36年后才有机会遇到。每年天赦日只有5到7天，在天赦日当天向玉皇大帝祈求赦免自己的罪孽，信众可以手写忏悔文物，准备一些水果米糕。当天的早上5点到下午3点将会是最好的拜拜时机，而赦罪过后就是补财运的好时机。在国欠多少，咱家己咱唔知，哦，所以讲就爱来问皇上，你讲我补唔补在国爱几文才有够。命理老师廖大宇说，想要过运可以吃猪脚，象征否极泰来，驱除霉运；给长辈吃面线则能祈福健康长寿。如果是学生想要考试顺利，也可以吃煮熟的猪蹄，因为熟蹄谐音熟蹄，有金榜题名的寓意。几十年一次的好运日，天公庙人声鼎沸，求赦罪求财运，错过了下次可要等好久。记者黄祥富、陈中华 SNG 台中报道。不过面对种种的禁忌或是习俗哦，现在晚辈有一些是不太信的哦。但是你知道其实禁忌背后有一些真的有原因，像是床不能靠窗摆，说是会招来不幸。但是呢，其实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赶快请历史老师替我们解答。许多禁忌自古流传，俗话说床靠窗易遭殃，实际上是因为古代窗户不密合，头部有凉意，导致睡眠品质差。多喝水有益健康，但隔夜水千万别喝。传说半夜壁虎会爬进水里，加上壁虎尿液有毒，等于你喝了就会中毒。但专家曾破解，其实壁虎尿液固体无毒，根本不用怕。古时候啊，穷人家杯子比较上不用盖子，那如果你那个水呢放在这个桌上呢，一夜之后呢细菌会滋生，其实那个跟壁虎尿没有什么关系啦。女性产后坐月子，婆婆妈妈总告诫不能洗头，否则老了容易头痛。但若正逢夏天，真的不能洗吗？坐月子不能洗头，那是因为古代没有吹风机，那洗了也不会干，很容易受寒。另外传说半夜不能照镜子，否则可能会看到鬼。事实上只是因为古时候的镜子是铜镜，半夜灯光昏暗，看起来更模糊。进出门一定要把脚抬高，跨越门槛，不能直接踩上去，否则就是对屋主大不敬。实际上只是因为门槛高，踩上去容易撞到头。古代禁忌看似神秘，背后原因其实很实用。记者黄天耀、曹文玲台北报道。飞航公司跟雷朋合作推出了一款智慧眼镜，有两名哈佛大学的学霸突发奇想，在这副眼镜新增 AI 的人脸辨识功能，可以轻松扫描人脸就获取各自，引发了资安上的疑虑。马上回来。2017年这一次十大网络流行用语，来的第五，两岸互相影响的内容，这里。
渠道速度用场辅助。那么我的右手边呢是土豆户加水金融中心，表意是停前进，现在是澳门最热闹的地方。这里呢就是这个台湾可以说是稻米最出名的台东池上乡。我说话应该这样说 ，Michael Jordan 退休以后，除了你以外，就是这些人没问。就是爱住设计家，将复杂装潢学问与专业设计知识化为你我日常生活，在生活美学的领域里打造屋主专属有的品味生活空间，让品味生活不再遥不可及，让每一个空间独一无二，将美学结合在一个完美的好地点。就是爱住设计家，带您实现家的梦想。你种什么下去，它就会长出什么。土地是祖先传承下来的薪火，我们就要一代一代的过好。十月份亚洲新心情，本月份双子座的朋友们沉不住气，可能会坏事，口舌纷争不少，不建议做重要的金钱决定。与雷朋合作推出了一款智慧眼镜，有两名哈佛大学的学霸突发奇想，在这副眼镜上面新增 AI 人脸的辨识功能，但是戴上竟然可以轻松扫描人脸获取个资，这也引发了资安上的疑虑。眼镜一戴竟然能扒光对方所有资讯。 Is your address for Valley? Yeah. Atlanta, Georgia. About John and Susan, are they your Those are my parents. 戴上眼镜就能知道路人家里住哪，学经历在哪高就。两位哈佛学霸将全球限量7500副的 Meta 智慧眼镜改装，新增了人工智慧脸部辨识功能，没想到意外渗透个资，只要望着对方正脸，身家一览无遗。We stream the video from the glasses straight to Instagram and have a computer program monitor the stream. 原理是先透过眼镜本身的小镜头捕捉画面，借由人工智慧辨识人脸之后，启动搜寻引擎与网络上公开资料进行匹配，包含姓名、年龄、电话号码等，就会通通回传到装置上，引发资安隐忧。Meta 在今年大会上公开首款 AR 眼镜，同时更新哈佛学霸采用的与雷朋合作的眼镜功能。本身的规格包含像素相当手机的超广角镜头，搭载 AI 触控和语音指令，直接录影、录音、当下翻译、查资料，还能打电话、传讯息，宛如拥有第三只眼。而 Meta 执行长祖克伯身价则创新高，晋升2000亿美元俱乐部。因为对元宇宙的押注推动 Meta 股价大涨，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他的资产来到6.65兆台币，已经超越亚马逊贝佐斯的6.61兆，以及 LVMH 老板阿尔诺的6.23兆，只输给马斯克的8.26兆，成为全球第二富豪。记者王世勋报道。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音乐盛典，满天的火烧银花，非常的热闹精彩。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欣赏，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黄韵竹，我们再会。